我学的当然还行了。那你帮我拍张照吧。拍什么拍？你别忘了咱是卖保险的。那个不大合适啊。因为我从事的是私房摄影艺术。私房摄影艺术。哎，对。什么是私房啊？私房，就是去你家，不是，只能拍家里穿的东西，衣服也是家里穿的那种，不大合适。那我有很多啊。我还刚买了一件兔子的，可以吗？兔子，不是，哎呦，你好，认识一下。我是一名化妆师，我可以帮你化妆，可以帮你搭配你的服饰。不是，我非常的专业。你什么干啥？你完全可以的，信任我。我知道吗？我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是这样的哈，我也发现了，你确实是个艺术中人。咱俩今天要彻底的为艺术给献身了。那走吧。走。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相机呢？时刻准备着。但我第一次拍这种，有点不太好意思。哎呀，艺术的第一次都是拘谨的啊。没关系啊，你这样，我转过去再转回来，数个三二一你就出来好吗？啊，好，三二一，噔噔噔。怎么样？这只小兔子可爱吗？就这、啊。你不喜欢啊？我那里还有很多，我拿去给你啊。你为了艺术，你真是煞费苦心，我太感动了。可是那个相机没电了。你刚才不是说时刻准备着的吗？哎呀，你看看，我是准备好了，艺术还没准备好吗？艺术到底啥是艺术呢？哎呀，你自己好好想想吧。啊，这个艺术吧，它